Vem dó. Hã? Me dó. Ai, ai, ai,起身啊！起身，起身啊！發夢啊！哎呦！我半粒鐘大彩嘅大彩咧嚇，我明明好清楚喺度喺樹上面，跌喺你面口上面嘅喎。頭先係呢張傳單，唔係咩大彩啊！我發緊夢咩？唔可能噶嘛！阿伯頂，幾點啦？唔使翻工啊！哇！有乜搞錯？講嘢唔早啲叫醒我，真係啊！如果唔係我叫醒你啊，你仲發緊夢啊？以為自己揾到大彩喺開度開 party 啦！嗱啦嚇，我就走啦嚇，你咧？哦，我等家先過嚟，我就翻屋企沖涼休息咯。使唔使咁辛苦啊？你知道我辛苦就好，你對我好啲啊！哇，咁講嘢噶，我以前對你唔好咩？我唔係依個意思，我係話對我更加好。我有咗錢就冇咗老婆啊！唔好亂講嘢啦，係咁先啊，趕時間係咁先啦，拜拜啊！小心開車啊！公司這一季的營業額明顯的比去年同一時期低了很多很多，大家有什麼想法？因為我本身是覺得 ，sorry， 今天有開會啊，我不知道哎。昨天就已經 email 通知大家了，你沒有收到嗎？昨天我 on leave 嘛，我沒有check email。On leave 的確可以不回覆 email， 但也不至於不聞不問吧。那万一公司在你 on leave 的时候出现了什么紧急状况，你是不是也觉得与你无关？sorry， 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，我会留意的。sorry 啊。我们继续吧。小老板，叫我 Ray 啦。小老板呢三个字 ，I don't like it。OK， Mr. Ray， 琴晚冇瞓好啊。我之前听我阿爸讲你好叻 ，very diligent， 但系而家我睇都麻麻地啊。咁我以为咧，有努力同埋付出咧，一定会得到回报噶。系啊。咩意思啊？哦。你係咪嬲我阿爸冇俾你 promotion 唔甘心啊？梗係唔係啦？我點會咁諗咧？係咪先？我覺得老闆唔升我，梗係有原因㗎，係我表現唔夠好啦，我唔夠努力啊。You really think so？ 咁你頭先點解會話努力同埋付出會得到回報？咩意思啊？嗱，小老闆，嗱唔係 Ray。Mr. Ray 嚇，我係覺得咧，頭先我意思就係講咧，我唔夠努力嚇，所以唔會得到回報咯，啊就咁。Really？ 嗱 ，Mr. Ray， 其實咧依排我屋企出咗啲事嚇，我爸入咗醫院啦，你明白啦，冇咩心情做嘢啊嘛。但係我唔係嗰啲冇得升職嘅人，我就亂做嘢嘅人嚟，真係我唔係咁嘅人嚟噶。咁就好啊。其實我都冇第二個意思嘅 ，I just want to remind you。雖然你係公司嘅老臣子，我又啱啱接受公司嘅嘢 ，I don't make things ugly。OK， 明白明白嚇，多謝你提醒我，我會好努力做好嘅。希望你做到啦 ，Don't make me disappointed。一定一定，得得得。啊 ，Bishan 啊，你得唔得閒啊？得閒啊，咩事啊？哦 ，client 咧臨時要求提前出貨，我嗰邊咧個貨趕住出，所以咧呢批貨咧可唔可以同我出單？啊，可以可以，陣間幫你啊。唉，乜鬼嘢啫嚇？誒，性情不好啊，今日驚嚟出奇？唔止唔好啊，係 very unhappy 啊，真係啊，性職就冇我份啊，乜鬼嘢俾我一間做曬？哎呀，拖佢淡薄，拍緊機係面試啊，你困街，哦，條頸不好，就自己出嚟做頭家咯。你話唔想咩？我都想噶，如果真有機會啊，我真係唔想賴喺間公司，想有保啊真係。我明白啦，性情，老實啲。其實我想攞 promotion 時咧，我哋就入咧，貴必注意。我同你講啦，肯定係條二世祖同阿爸講我壞話嘅。個大老闆係奇怪嘅，我幫佢搏命咁多年嚟信嘅仔嘅話真係黐線。阿爸聽下嘅話，應計啦。放假啦，放假嘛 ，check 咩計 email 啦，係咪先？條友係奇怪嘅。
講冇兩句講英文喎，扮曬嘢，要我為公司做牛做馬。Who cares？ 咁得閒啊？冇嘢做嘅咩？啊，冇，好忙啊，真係好忙啊！頭先幫佢出單咯，走上走落，好鬼攰啊！係啊，一把年紀都唔使咁辛苦嘅，要好好照顧自己啊！因為公司 cares about you 噶。在哪里？要到了没有？我快受不了啦！我走过来了，你没看到吗？哎呀，哎呦，为什么这么久才我要去个厕所都不可以呀、啊？说不可以？要是我去厕所，大彩从车上掉下来，我不是走宝？哪里有这么巧？哎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。我现在回家冲凉补眠了、啊，你好好待在这里，不要走开啊！妈咪，清醒点好不好？为了一双大彩把自己搞得这么惨，您家也不回，值得吗？什么值得吗？你知不知道这一张大彩值230万呢？不是230块嘞，夹得这么轻松，那又怎样？给你再多的钱，如果没有了家人，没有了健康，那还有意义吗？你真的是吃米不知道米贵啊，不知道人家生活多么艰辛啊！有了这笔钱呢，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啊，哪里会没有意义？妈咪，你知道吗？你跟德丽不在家，弟弟是在玩电脑，连功课都不做。你是姐姐吗？你在家里不会看着他吗？我有啊，可是你们现在叫我过来轮班，就没人管弟弟了。这么臭小子，我现在回去教训他。你最好不要离开啊！我现在已经退休了，担心报警出事，户口来改字唔够用。你免担心，只要是60岁以上的老人家，还是家己家的灵活保健储蓄未够，会使用你的翁的保健储蓄存款。我得用着做。当年会使用300块的保健储蓄存款，遐起有复杂疾病的老人家，当年会使从伊人家保健储蓄账户内边扣700块的医疗费用出来。要是这笔钱用了怎好呢？你免烦恼，你也是建国一代，家立国一代。每年拢会使得到政府扣改保健储蓄户口填补，包给老人家拢会使得到妥善的医疗照顾。啊，是另外不明白，会使随时来找我。喂，马德，你吃了没？你排队买米。出来米用了了，我袂记买。你回来的时候呢，给我买一包好。可以啊，拜拜。头家啊，你这道敢若有一次性餐具啊？对啊，叫啥比较方便啊？要吃什么羹？安尼我买哦，我不习惯用一次性餐具。头家，你知道有卖米无？啊，有啊，喺入边。是你啊，你好。昨日的代志真的歹势，我替我的查某朋友甲你讲 sorry。sorry 就免了，但是请你后摆拄着我，就当作无小办。已经小办了，嘛哪会使当作唔小办？因为我无想要甲你有任何的关系。你安怎安尼讲 ？Excuse me。头家，你有买刷针的米哦？哦，有噶。我哋呢度咧好多啲独居老人家嘅，佢哋又话用唔晒，咁我咪拆散嚟卖咯。这头家啊，真好诶，伊服袂到你的 customer 啊，欠笑。真有人情味，所以啊，我逐摆介意买物件。边度系啊？我哋做得就做啦，系咪啊？咁做人嘅嘢唔使计较咁多嘅。讲得对，头家，麻烦你给我个记录嘅笔。好啊。用这边。用呢个啊？好容易穿嘅喎。
不要紧，可以。哦，好啦。Thank you。多谢。阿伯，今日打卡出门。你不会叫我头先跟你讲什么咩？你识佢啊？咁乖嘅？伊袂乖啦，伊只是卖借做垃圾嘅。Sorry 就免了，但是请你后摆拄着我，就当作无相吧。好啊，自己卡漏过嘅环保袋。做咩？你个袋穿咗啊？我同你讲噶啦，个袋就嚟穿噶啦，你又唔听。嗱，我攞个大啲嘅袋俾你，唔收钱噶。咩？我冇用 plastic bag 嘅，都好啊，自己环保袋点会使啊？哦，好啦。让我们走。你想做咩？安弟，你咪误会啊！我只是爱打电梯。我唔是歹人，电梯好热，我惊楼梯。拜谢。一言难尽。哦，你做歹代志唔敢讲。唔是唔敢讲，是我惊我讲了啊，互人笑到流目屎啊。算了，我无时间听。哎呀，你今仔日出啊，我等一下，互人以为你是变态啊。阿姊，你赶去倒咯？我赶去找大菜啊。你过来找啊。哦。我过想要叫你做阵去看阿爸嘞。阿爸有你顾着，我无担心。那是大菜，给大兄安提起啊，我就无甘心啊。那是你找袂到，咱一世人点点找啊。什么一世人点点找？我就搁找三日，那是找袂到，我就煞去咯。哎呀，你紧入厝啦哈！回来咯。有买饭无？有啦，你交代的物件我卖使卖买。对吼，恁这袂记煮饭的哈？无必安怎煮啦？无必叫我买吗？我已经叫美琪买了。你叫恁查某囝买啊？嗯。要早几点放工？无等下出来几点变啊食饭啊？是咯，我头天叫伊买。哎呦，这头好，让伊知影，我拢伫出来等恁回来食饭。嗯，安尼伊才会较早回来嘛。恁查某囝是工作狂。我咧在想吼，我第时会使退休啦。退休？嗯。安尼才退休做啥物？我无咧讲，恁咧干将创啥物啦？
政府已经提过吼，退休的岁加到63岁，了重新雇佣的岁加咧也提过到68岁。你看55岁以上的啊老人家呐，伊的公积金缴交率啊也提过，啊政府呢会倒卡手去头家吼，应付伊个政府啊。哦，你就是讲叫我做个几年，卖人家退休是？对咯，身体好好，会使做安怎卖做？我讲吼。政府哦，提几个退休个也重新雇佣的会社吼，公积金会员会使第一个55岁起吼，也使跟爱家啊是卖家个啊公积金的储蓄，好啊，第65岁以上的人吼，会使第一个退休户口吼提取的每月入息，拢总无改变着啊。哦，我那是我做是半卖做，你看吼。你若卖做就卖做咯，你也是跟退休嘛。其实政府提供这个保护政策是可以去超过55岁啊，爱继续工作的一年长人士的嘛。哦，安尼本好吼，我若继续做工哦，我这保健突出的就愈来愈多，会使应付我这退休的生活哦。对啦，好过你等你坐伫厝内翘卡，啥物都卖做，早晚啊变光带。好的，好的。哎 ，B。哦哦，等来了。哎。哎，安怎用衫裤包的？因为环保袋破碎去，被搞到地涂骹，就变安尼款咯。搞到地涂骹做用衫包嘛？哎呀，你未了解恁查某囝咩？伊无输甲 plastic 吗？我知呀，恁这是环保袋，怎么用环保袋啊？哈？这件衫是人的啊？是吼，敢那唔是你吼？卖问安尼多啦。是定的。这条衫敢那是达波人的衫是怎个呀？路边捡的。路边捡啊！你看，啊，你环保袋破去，路边就捡着条衫来包庇，你感觉你妈了真好骗啊！卖想安尼做啊，就是一个刚好经过的路人。哇，这路人真的是好人啊！牺牲脱衫给你包庇，伊是咪输家你啊？你有家己拿电话无？一条衫尔就要夹电话，我安尼凊彩咩？是凊彩啦！你无家己夹电话，你安怎行多等于衫？啊，算啦，毋是我叫伊脱衫的，是家己计较。若是无拖拖等，我人就来佚佗脚咯。佚佗脚，你真沙样嘞，夹来去凉房。你看，你看，卖假假啦！唔敢是无？唔是啦，若是有一日伊还行倒转咧，算我衰啦，拄着一个公仔。你个家信啊，叫佢好好睇住，唔好行开啊，走去边咧激死人啊！啊，唔使打啦，唔使打你啦，你啦，哎呀！爹哋妈咪，你跑去哪里？去咖啡店吃东西。是什么鬼叫你看着的吗？大仔飞现在怎么办呢？真的是哦，哎呦！下午这里下了一场大雨，你们不知道咩？是咩？家里没有下雨耶。系咯，公司都冇喎，嗬。啊，呢度地湿湿喎，落过雨喎，真系。看起来真的是天意，就这里下雨，就算彩票卡在树上，经过日晒雨淋找到之后，我一看也只是一张废纸。哎呀，今次啊，真系见财化水啊！早知啊，就叫人斬咗依棵樹啊！斬你個聲頭粉啊！斬新個玻璃噶，斬樹煩煩啊嘛，可以斬啊！我早都斬啦，仲等你講咩？真係啊！咁而家點算啊？唔好再問我啦，用我腦諗下啦！哎呀！我有用我嘅腦噶，開咩號碼咩號碼跳字我都記得清清楚楚噶。好啦好啦，你們看起來都累了，收拾一下回去休息，好好睡個覺吧。怎麼睡啊？230万啊！你们不回去，我先回去休息啦。嗯，哎呀，你唔好再问我啦，好烦噶，你真系啊。其实个女讲冇错嘅话，落咗雨，搵到张大彩都冇用，睇唔到嗰字系咪先？哎呀，算啦算啦，翻去攰攰地噶啦。唔得啊，你阿妹都冇放弃啊，我哋唔可以认输噶。咁又系，但系硬系觉得啊，嗰张大彩唔喺树上面嘅咧，唔知飘到边间屋喎。咁。仲等乜嘢啊？等我嚟。
Hello。拍摄我上一集来穿石头爪，石头爪真重要哎，应该是哦，你是楼顶飞落来的哎。点啊？入去一陣都唔俾，唔知驚乜鬼啊！唉，都唔怪得人哋噶啦。你諗下，如果你唔識嘅人敲門啊，你會開門俾人入咩？就算入到去都未必揾到啦。但係唔入去咧，我哋就冇機會啦嘛。咁又係啊！為咗個230萬，我會搏曬命噶，跟我嚟。我都要搏曬老命啊！唉，依間先。好。安迪 ，Hello， 啊你好，你哋系乜嘢人啊？揾边个？安迪啊，我哋咧有一张好重要嘅纸，好似飞入你嘅屋企，可唔可以俾我哋入嚟揾一揾啊？系啊系啊，嗱，我哋系好人嚟噶，真系好人，唔系坏人嚟噶，揾完之后马上走人噶吓。系咪真噶？珍珠都冇咁真啊！安迪啊，呢张纸咧对我哋好重要噶，当啷当啷，俾我哋入嚟啦。啊，唔该晒啊，嚟嚟。我哋開始揾啦嚇，唔好整亂我啲嘢啊！嗯，誒，過嚟啊！幫我搬開，好重喎！搬啦 ！OK， 我睇下，快啲啊！哎呀，冇啦！哦，誒，陣間同我搬翻好去啊！哇！去后面看看啦。安迪啊，去后面看下得唔得？唉，咁多事嘅。喂。哎。安迪，我帮你。唔该晒啊。哇，你水喉冇沙，好浪费水噶喎。又冇法啦，水喉坏咗闩唔到。哦。如果你识整就好啦。哇，我睇下。原來啊，係有嘢要我哋幫忙啊，唔怪得知咁好死俾我哋入嚟啊！哎呀，冇所謂啦，幫下人哋啦。你有時間幫人哋啊，不如幫我玩大彩啦！你真係啊，幫人哋會死咁，你真過分嘅啫！你識整水喉咩？咁唔識試下啦嘛！嚟，你跟我出嚟，我教你一樣嘢。嚟！嗱，安迪啊，依個啊，閂咗之後咧就 OK 啦嚇。嗱，咁咪幾好咯，唔會漏水啦，係咪先嚇？唔该晒啊！唔使。唔啱喎！如果我要用水嘅时候点算啊？你装咁多水有排用啦，咁唔够水嘅时候咧，出翻去出边咯，开翻个总头啊，咁你再搵人帮你啦。我真系唔识啊，帮唔到你嗬。诶，我电饭煲坏咗，你嚟同我睇下嚟。哇！電飯煲有咩問題？我真係唔識嘅喎。呢個插唔入咧呢度。我睇下。揾到啦嚇！有曱甴啊！曱甴都好驚嘅真係。Sorry 啊，我屋企啊好多嗰啲唔騰洗嘅嘢，咧嗰啲紙箱啊擠咗好耐要掉嘅啦。你哋陣間翻請嘅時，唔該你哋。幫我攞去掉嚇，咩時候啦？你仲有時間做好人咩？去第啲揾啦，冇嘥時間啦。你哋揾到你哋要嘅嘢嘛？咩鬼都揾唔到啊！慢啲啊，唔該曬，係咁先啦嚇。你哋幾時揾人幫我整好個水喉啊？唔好講咁多啦，走啦。仲有嗰啲紙箱咧？你揾簡單嗰啲幫你啊，幫唔到你啊。点解会咁噶？我哋啲嘢咧？唔系啊嘛，咁嘅嘢都有人攞啊，真系啊！哎呀，咁我哋今晚点守夜啊？我睬噶你，大家要试啊守夜，人走咗你讲守夜噶嘛，真系啊！爸而家喺医院啊，唔好乱讲嘢啦。你食咗火药啊？咁大火气，你明知道我唔系呢个意思啊嘛？你喺公司受气，唔好攞我出气喎。咁系啊嘛。
冇大彩揾唔到，連份工都冇埋啦。我冇逼你喎，係你自愿噶。算啦，你唔守我自己守咯。我就信你會啊，連只曱甴你都驚，我就信你咁一個人喺度啊，真係。啲錢就嚟到手啦，就咁飛走，我唔甘心啊嘛。咁又點啊？係咪先？冇呢個命就冇噶啦。我唔信我冇呢個命，230万一定就喺附近，我哋一定要堅持。唉，好啦好啦，堅持多幾日啦，翻去攞嘢啦。啲人真係乜鬼都要攞嘅喎，真係。早上，早上。哎，醫生，今天阿姐咋？啊，係表演嘅頭幾台啊？講咩啫？平時早嚟啊，唔記得讚下我，遲到一次俾你鬧死下死下咁啊！當然可以啦，做好是應該，做不好是無能嚇。哎，不要打燈來哦，你先讓照顧部請我兩隻咪聽了嘞。阿姐，哎呀，依排好忙啊嘛，下次啦嚇。哎，是啊是啊，就簡單，廿八坐正正會議開始啊。有OK不？冇事啦。都唔好怪你安尼闲啦，你公司老板走，唉。好啦，我去买呀。食食食，贪食食，都冇得升职就请食饭，你慢慢等啦。A B 生啊，寻日叫你搞掂嗰张货单，你出咗未啊？出咗啦。哦，多謝啊！阿 B 生啊，呢批貨好容易取嘅，你有冇特註明啊？哇！你冇同我講，我點知啫？你出貨之前冇先檢查先咩？唔係啊嘛，呢張單係你嘅喎嚇，我係幫你啫喎，你早啲同我講嘛，唔講我點會知道係咪啊？呢次真係俾你害死啊！喂，關我事真。小心啦！你病仔啊，站咩坐大车坐到真晏，七十八十条人命，咁差死人啊！所以啦，我等一下去坐阿爸等住，我未记你过嚟困。阿爸会使回来了？唔是甲你讲了咯，咱个厝有淡薄乱，我要捡甲清气淡薄，阿爸看到啊，听到更加舒服个。阿妈陪你做阵去找阿爸回来啊！好啊，阿爸看到你，听到真欢喜。哇，你哪会饲偌久啊？已经第几朝饲几日了嘞？你拢真的是袂死心哦！我看伊哪安尼看哦，唔知影是好的代志，是歹的代志。行。等一下，阿弟来。那无你家己去接阿爸出院，非得等一下转厝就看到伊了啊。安怎忽然间要去了？我看伊哪哩拼命，我看我阁想要继续找伊丢大菜嘞。我唔是为着家己，你想看卖，那是找到伊丢大菜，阿爸定着真欢喜。你讲是毋是？是，但是你真个觉得你找得到咩？无试看卖，哪会知？可能天公看到我安尼骨力，会予我感动着咧。阿伯就无即句“皇天不负苦心人”即句话了啊！你赶紧去接阿爸啦，暗暝我回来，甲你人食饭 ，OK？
小碧姐，你白使安尼看到放弃，定着爱动落去。刘碧珍，哎，林光杰，啊，做你伫这道啊？我说帮你住一个 block 吗？啊，你敢啊？我本是徛这个 block 嘞，啊，怎唔捌拄到你嘞？可能时间袂甘咩？啊，你即阵时间就甘咩？你找物件？爱倒卡手麦？变啦，我家己找就使了。哦。你到底找什么啦？哦，一个很重要的物件，我的本世人的幸福啊，甲未来就靠伊了。结婚戒指搞落去。迄个结婚戒指，我早就订落大龙搞了。哦，你甲你的老公是 ？Sorry 哦，伊毋是我老公，我即阵伫咧办离婚啊。看起来是对不住你哦。伊爸卡有小三，我面皮够厚，叫我过去通奸了，想要较紧离婚啊。所以你答应伊啊？妈，哪有可能？我是绝对不原谅背叛我的男人，一次不忠，百次不用啊。是啥物意思啊？意思就是。有一摆就有第二摆、第三摆，真侪摆啦！啊，你看意思分袂晓啊？哦，是安怎讲的哦？安尼，你背叛我，佮要安怎算呢？我有背叛你咩？哦，中学的时阵，我偷偷读看你所学的台哦，互你看到。欸，你答应我啊，你莫讲个咧。结果咧，第二日你就去甲Mr. Ho讲，害我丢目咧，记无？会记无？敢那是有啦吼！欸，想袂到你安尼生气嘞，安尼过代志分记掉。所有你的代志哦，我嘛会记吼。行了，我想要静静一个人一早想物件。你不是找物件咩？我卖找了。安尼，我先走了。拜拜。哦，好，拜拜拜拜。哥，我今日才转厝了，又搁折腾来华联嘛。红哥，即阵我做工较无闲，阿亮哥无时间照顾你，我真久无见面了咯。哎呀，无闲就别来，有心就好。我就是今日讲我无心嘛。红哥，其实你免安尼紧张转厝啊，加个几日 check up 嘛吼。哎呦，我惊我听过几日啦啊！等我收到罗军厝迄张单，我的心脏会袂打颤啦。红哥，你真爱讲笑，伊人即阵的情形啊，你啊徛一个人的房间嘛会使？如果甲自家讲笑，一个人的房间我嘛哪听会起安尼过？红哥，你咪搁再骗我了，我知影阿刘丢了大菜，你爹就徛会起。阿刘甲你讲的啊？嗯，对啊，是阿刘甲我讲的。红哥，我对阿刘的是真心的，我唔是为着伊的钱。若是伊无钓大菜咧，我嘛是会嫁予伊的。真心的啊，哇，真好！你已经知影了，我都卖将这秘密收放心底，真艰苦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咱是家己人，无啥物袂使讲的。那我甲你讲哦，这大菜是钓了，钱当今伫我手。
阿亮丢的大菜安怎落伫你这道？大菜是阿亮的，阿亮送我。你以前孝顺哦，这个镭嘛是算是阿亮的哦，阿亮我就放心了。下摆我人买车买厝要结婚啦，物件无镭了，会帮我人的哦。不是安尼讲哦，阿亮大菜给我，镭就是我的，今日有今日的福气哦。啊，打卡手袂了的，打卡手一个无打卡手一个咧，咱做老爸都是大细心，咱就要公平。你阿爷老了，看阿你处理做咪？家己开咯，莫闹人嫌累赘。啊，你阿娘安怎会骗我？讲迄个大菜放弃了。伊咧我甲你讲，是因为伊惊你受气。你来看阿爸，如果你受气话，无，我是气我家己。点点，我咧当作是戆仔。我不懂你是戆仔。咪，我要替我做一项物件，你会使做无？若是我做会到，我马上去做。我咧即阵去你阿爸迄头，夹倒转迄个大菜。毋是甲你讲了咯，大菜放弃了。安怎你过来骗我？头先我去看你阿爸，是你阿爸甲我讲，大菜伫迄头，我讲是你送互伊的。真的安尼讲啊？我甲伊讲，后摆我若爱结婚爱买厝，伊讲啥物？做人袂使大细心，爱公平，莫斗搞笑我人。爸讲了对啊，若是咱爱买厝，爱靠家己，啊哪会使开伊条路？特别迄笔你本来就是你的啊，就算伊拢总给我人，有啥物错？我拢安尼自私呀，爸！安尼老了，该抱安尼坐累，爱当你管咋？你妈哪会生你看苦？我讲啥啦咩？你快紧去家己行倒转啊！咦，我阿爸安尼艰苦，饲阮人大汉，即阵伊想爱啥物，我拢总会使予伊。若是大菜真哩第一刀，我嘛袂家己倒倒转。刘碧让，你会使买啥物物件拢想你阿爸无？你有考虑我无？我嘛是人诶，我嘛是有私心、有欲望诶。你会使买，逐工累别人受无？你说我有偌伤心、偌失望？你会使替我受无？若是我做会到，我跳就去做。我就是爱一条大菜。歹势啊，这代志我真滴无办法。你莫安尼戆好无？你知影我若有这笔累了，我人的生活会搁较好。你为着你烦恼，咱的生活无好咩？咱有为着你烦恼咩？你好，我无好；你无为着你烦恼，我有。咦，你知影袂？因为迄丢大菜，阿兄甲阿姊拢变款了。阿爸骑罗公主，伊拢分无款，包落来累俩。咱袂使甲伊人相款。我无得安尼伟大，考虑无重要。230万讲送人就送人，这个230万对我来讲是我的幸福。既然我对你无重要，我能够做定，佫有甚物意思？刘碧让，我人分手。咦？若是你真的爱我？唯一的条件就是将你的大菜夹倒转。谢亨利，感谢。安尼我先走了。你无代志哦。
我的代志，原来是分担了。安妮，你会为着伊妥协无？可能是我唔对，无考虑伊的感受。感情无讲相对相唔对，是看你有偌爱伊。恁娘两人的价值观真无相，若是爱做阵，定着还有一个人留步。我了解晓晓的心情。想要计划一个无女无暑假的打包。我觉得无女无暑假不是第一重要的，上重要的是要有上进心。人若是求上进，就有希望。是啊，我感觉是无甚物上进心的，暑假爱做家己欢喜的代志。看来，你应该检讨一下了。哎呀！安迪，你有去无？爱倒卡手麦。我倒真疼，我会去找阿伯，送伊拖索去转去。哦，安尼你穿我的先啊。安尼啊。嗯。感谢吼，感谢吼，我等下开落啊。安妮，你？我伫即搭等伊转来咯。我起码是相信的怀疑，若无等一日伊转来行李，伊嘛是无回去。安尼嘛好，帮人帮到底。还袂归还？安尼讲，甲我受伤，六号。我起码，你等我。朋友转来，讲话袂转来，我嘛唔知影。啊，你开电话可以卖？我无伊的电话，其实我也唔是真熟。我有事要做咧，我真赶时间，我家己转去卖啦吼。安弟啊，啊无你听我的声，要你做咩？我等伊转来咯。你决定无？伊定就会转来。安尼我就无客气了啊，感谢你咧。感谢吼，我行出哈，拜拜，拜拜。是去绝壁陪我啊？喂，美琪，有别人的家属找你。哦，我即阵转来。拜我拄着就知死。无需要什么大车，什么的大房。人生的路有梦着有希望，不管头前路歹行，不管头前日头偌大，决定我的梦，我着什么拢不惊。无需要计较啥人比啥较好命，人生的路为家己咧打拼。简简单单的生活，实实在在无输别人，一步一步行，一天过一天，面对。